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家庭。我叫何应俊，今年23岁。我1995年出生，属猪的。我今年呢，我的生日是6月16号。我是越南海防人。以前我的电话号码是0936806924。以前我在海防大学学习，我是英语系的学生，我毕业一年了。一年了。现在我在海防工作，我在电影院做人事管理。人事管理。我是一个善良、耐心、开朗的人。我的优点是认真学习、努力工作。我会说英语和打电脑。会用电脑。用电脑。我的缺点是，今年。还没有太多经验。我还是一个沉默。经常发脾气的人。汉语不太好。但是我会努力学习。OK。我在学习汉语，在进老师的汉语班学习。现在我学六天了。现在要听说的还可以，但是我写汉字不太好。以后我希望以后我还说汉语。我能说汉语说得流利。我一定把汉语学好。我是单身，现在还没有女朋友。我老家有4口人，姐姐和我。我爸今年54岁，他以前是工人，现在退休了。他退休了。他是一个幽默、善良和委婉的人。他喜欢看电影、听音乐。养鸡和种风景树。他特别喜欢煮菜，他煮的菜很好吃。他还很喜欢钓鱼。钓鱼。看新闻。OK。我妈今年52岁，她以前是进出口。现在他也退休了。他以前做进出口。现在他也退休了。在家做家务和买卖。他有一个小商店，他现在在家买东西。他有一家商店卖日用品。 OK， 说吧，继续。他是一个善解人意、严格和周到的人。对人。
他喜欢他店里听音乐，买东西，跟孙子玩。孙子玩 ，OK。这个叫他特别喜欢瑜伽。他特别喜欢瑜伽和跳舞。跳舞。嗯。我姐姐。我姐姐今年29岁，她结婚了。现在她有两个孩子。瑜伽，反正有名字的瑜伽 ，yoga， 瑜伽加一声，听不？瑜伽。嗯，我姐姐在说。我姐姐今年29岁，她结婚了，现在她有两个孩子，他们很可爱。他们都，你刚刚说的哦，都很可爱。都很可爱。我姐姐现在在汽车公司做会计。会计。她是一个善良，讲述，率直的人。她喜欢买东西，她店里听音乐，跟着孩子玩。去玩，他的还很喜欢买东西。去买东西，特别买衣服。特别是衣服。买衣服。我很爱我老家。我很爱我家庭 ，my family， 我家庭。我家庭，谢谢大家收看。OK， 谢谢。OK， 阿俊你好。是。你刚才说呢，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？以前我学英语系。英语系。那你家里现在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有姐姐。我有一个姐姐。姐姐，给你说呢，还没下去呢。姐姐，你姐姐做什么工作？我姐姐是个会计，汽车公司工作，在汽车公司工作 ，OK， 她也在海防工作吗？她也在海防工作。OK，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在电影院做人事管理。在电影院做人事管理。那以前呢，你除了做过这个工作，你做过什么工作吗？没有做过什么工作。什么是这什么东西？好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0936806924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何英俊。如果我叫你是英俊，就是跟你说英俊还是阿俊？我喜欢阿俊。阿俊 ，OK， 阿俊，好，那阿俊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3岁。23岁是属什么的？属猪的。猪是哪一年出生？1995年出生。1995年出生。你结婚了吗？我是单身。单身，那单身还没有女朋友，还没有女朋友。OK， 好呢，你自己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我是一个沉默、善良和开朗的人。沉默。OK， 沉默开朗，沉默的很少说话的，怎么会开朗？沉默是很少说话的，为什么开朗啊？开朗应该是啰嗦，然后爱说话一点。对，但是沉默了怎么的一天陪一不一。沉默还有一脑还没有一不一。M 哥刚才讲，应该是一般的是他们开朗的嘛，他们很爱说话，就很爱说话，像我就啰嗦了，说了很多，就是可以感觉热闹一点。
那có sẽ cảm thấy là nó náo nhiệt một chút sẽ vui. Mà trầm m默 很少说话怎么会开朗啊？真的，一 nói mà lại vui， 有点矛盾，có một chút là mâu thuẫn。只跟 ánh mắt 啊。OK， 那我问其他的，那你会说英语吗？会说英语吗？英语。会说英语吗？我特别爱英语。啊，英语会说吗？会说。爱是你的事，但是我问你是会说吗？会说。以前是学啊英语系，啊，那是不是英语很好？说得好。啊，说得好。好的，你会写吗？会写。啊，会写。好的，那除了英语以外，你还会说什么外语吗？日本和汉语。日语，啊，日语，会说一点日语，还是会说的很好。一点。学过什么水平了？学过什么水平了？水平进入。学过什么水平了？日本。日语的。啊，开始学。开始学。你在哪里学习？日本。日语。我在。我在日语中心学习，在海防吗？海防。在海防。海防中心。海防中心，那现在学好了吗？现在学好了吗？不学了。不学了。好的，那除了工作时间。除了工作有时间呢，你常常去哪或者做什么？再问一遍。除了工作以外有时间你常分忧。刚刚分手了，我没接待销。那我就是刚才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khi nào dự định kết hôn? Còn nếu mà khi nào dự định có bạn gái thì sẽ là 你打算什么时候找女朋友？应该有找才有的 ，OK？ 找女朋友。其他的问题。阿莲要问吗？你家上面好玩吗？好。你说你是人事管理。你管理多少人？管理多少人？多少人？你管理多少人？办管理包用người？我的公司有太多人。太多人了，有người quá。三十多人。hơn 40 người。40多人。40多人，那该管啥？好的，没得了，没得了。我问你，除点了。没咋的。现在你有忧郁吗？什么意思？忧郁不是难过吗？现在你难过吗？分手跟女朋友分手以后你难过吗？去喝啤酒对吗？跟女朋友分手以后你难过吗？难过吗？难过。现在我不难过。不难过呢？那以前很难过，以前很难过。那难过呢？找阿梦去喝啤酒。他的意思是这样的。我不会喝啤酒。阿静，你来吧。来吧，快点。随便问。你不问吗？不问呢？两个姐姐。阿和。宝和。分手。分手。好给看的。你为什么分手？为什么分手？为什么分手了？
就跟我脸很头疼。很头疼。哪会笑我呢？问为什么分手？为什么你们分手？别管了，反正交。不知道，没事的，慢慢说。他不知道。不喜欢你。不喜欢了。听啊，听人家回答了，问的都不听回答。不合，应该是，我有意见，就是不合适，不合适呢，不合适了，不合适了，给对某一个知道了，不合适了，可能是不合适了。问其他的问题，喜欢什么呢？家庭怎样呢？很多问题呢，不说什么谈恋爱了，你们。其他问题，来啊！你没问呢，不问吗？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？MC 给我点烟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家庭 ，OK， 那你为什么学汉语？我学汉语因为我喜欢我要跟中国人说话，还要去中国旅行。哦，好的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结束了啊。你喜欢的什么东西？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吃什么东西？按给你烤鸭，你乖啊，面条，面条蜜，没了，好，我结束。